讲飞鼠绣的毛衣，它袖子上的花纹是17针四行一朵花。然后因为一开始它正面要看到一行下针，我先起了一个螺纹，然后已经先把这一行下针先织完。然后我们一开始就先学这一朵花，然后前面我起的是20针，那前面这个我们给它当成那个界线好了。然后一开始我们看到一针下针，然后空针。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一针下针，再右两针并一针，然后织两针下针，空针下针，再一个空针，再两针下针，然后接着左两针并一针，好，然后再一针下针，再一针下针。然后空那个又两针并一针，空针，然后旁边这边是界线的，我们就不要管它，我们把织过去那一头，好，然后回头，我们这一整行通通要织的是上针，这一面织上针，正面看到才会是下针，我们先把这一行织完。好，这边是后面最后几针的，我们把它织掉，然后就然后再织第三行花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织第三行花，也就是这一行啊，它只有这个位置变动一下。好，我们一开始这个边上的我们不管它啊，然后织一针下针空针，这边这一针拿起来跟这一针两针并一针啊，然后再两针下针一二，好，然后这边两针并一针，又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两针下针空针，织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再一二两针下针，然后再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再织一针下针，再右两针并一针，就是我刚刚的空针跟现在这一针合并，然后一个空针，后面全部织下针。然后到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织上针，让正面看到的是下针。好，我们这一行也是同样，背面织上针，正面要看到下针，我们把这一行先织完。好，这边也是后面的最后几针了，这一朵花就完工了，这一朵花就织了完工，就是这种样子的。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再回头再织，我再多织两朵，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花的样子来。我们再从头再来一遍，下针空针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现在织的就是这一行了。好，一针下针，然后又两针并一针，然后两针下针空针，织一针下针空针，然后再织下针两针，然后左两针并一针，然后一针下针两针下针，然后再右两针并一针空针，这边后面是间隔的，我们就不要理它。然后背面同样是上针，好，最后几针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再到这边来织这一行第三行，前面两个那个间隔我们不理它，然后一开始下针空针，这边的收针永远不变，都一定是左两针并一针啊，然后再一二，然后这边是右两针并一针啊，然后再一二空针，
是一针，再一个空针，再一、二、两针，左两针并一针，是一针，再右两针并一针，空针。背面又同样又是上针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织了两次这一种花，我们织了两次，就可以看出它花的位置已经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背面织完，然后到正面就可以看到这个花的样子了。整个袖子上全部都是用这样子的织法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衣服的花纹就出来，就是这种样子。整排织完就是袖子的花纹样子。我们现在开始教这一件衣服它这个斜边的收针方法。那以前我们织衣服一般来讲，正常我们都是收的是第二针第三针，那这一次收针它收的是要在那个二三四五这样子收，等于位置有点不太一样。然后我们先开始，一开始的时候就照这一张图上面，它会有收掉套收五针，我们先套收五针，从这边套收第一针，然后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，这一针、两针、三针、四针，然后五针。到那边的时候，套收要在背后套，因为正面没有办法套，所以它会变成这一行跟下一行两边两针都是两行都是套收的。我们先把这边织到这一边来，再套收。我们现在已经织到左边最后几针了，我们织到背这边这个正面织完，背面再套收。好，这一针织完，然后到背面，背面的时候它这边是上针，我们照样套收，也是同样套收五针，一针，我们也可以直接织下针套收，两针、三针、四针、五针。好，然后换到背面这边来，我们全部织上针，到正面的时候就开始要做四行收两针的，要做两次。我们先把这一行上针的织完，我们接着到正面来，我们这边要做的是这个收掉两针，但是它不能用套收，要在后面这边收。我们先把第一针织掉，然后第二针、第三针、第四针，这个都要换一下位置，然后拿左边的针把这两针中间的两针位置对掉，像做麻花一样放上去，然后原来这一针放上去，然后就两针并一针织，然后这两针一起织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像右倾斜的半朵麻花。然后我们这边也要那个做那个麻花的那种收针，这边要用左收针的那个麻花收针法。我们先织过来这边，再做左收针的麻花收针。这边我们最后要剩五针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麻花的那个收针法，一针、两针、三针，这三针拿下，然后用在前面把这一针中间的这一针拿下来，这一针位置跟它对调。好，然后用左收针的方法，两针一起收，两针一起收，然后接着我们要织正面，然后它这边就会出现这样的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织正，就让正面看到三行都下针，然后也不做任何收针放针，三行后我们再做。我们先把这三行正面看到的下针织完。好，我们这边三行织完了，然后接着要做这一个收针跟这一个收针，我们再做一次。第一针织下来，然后挑出一二三，然后左边的这一根从后面把中间这一针拿下来，右边的把这一针放到前面来，然后这两针第一针第二针等于是收掉，这两针
再收掉，它就变成这样了。然后我们知道那一边再做一次那一边的左收针。好，我们这边剩下最后几针，好，我们把这两针织掉，然后再做一次这边的左收针，同样一二三拿下来，然后中间的这一根这一针从前面拿下来，最后这一针穿过来这一边，再放回棒针上，然后现在棒针上右边的这两针一起织，然后这一针拿下来跟这一针一起织，我们织过去看，它就变成这样了，就会有这种纹路出来了。接着再织三行，然后才能做这一个。我们现在先把三行织完，我们这边的这三行已经织完，要做这一个了，跟这一朵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做，同样第一针边上的织掉，然后再一二三从后面把中间这一针拿下来，后面这一针拿到前面来，然后第一针套上去，然后两针并一针，再并一次，这样就并掉两针了。然后织到这边来，我们再做左边的。好，这边也织到左边这边了，然后再开始一二三，然后同样从前面挑一针下来，把后面这一针拿到前面来，然后这两针一起织下针，这两针一起织下针，好，这两针再一起织下针，这样就收掉两针了。接着再织五行，然后再做这个收针，后面接着都是五行，然后再做。接着我们先织完五行，然后再做一次。我们这边是第五行最后几针了，好，然后到正面来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一朵，这一朵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同样它做法跟前面的一样，一开始第一针织掉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左边的针同样把中间这一针拿下来，最后面这一针拿下来的放上来，真的套过来，然后就用右收针的方法，两针并一针收掉，这边两针并一针收掉，就收掉两针了。然后我们再织到左边这边，再做一次左收针。它整个衣袖的织法都是用这种方法的那个收针法。然后袖子上面也是这样的，可以做一整朵花就做整朵花，不能做的我们就织平针过去。四五，好，到这边我们又要开始了，再做一次左边的一二三，然后我们从前面把这一针拿下来，后面的拿过来上面，然后这一针跟这一针两针并一针一起织，好，这一针跟这一针两针并一针一起织，我们可以看，然后接着再织五行，那个下针正面看到的，我们把它摊平，可以看得到，才会清楚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织出来的两边的袖子会变成这种样子，有这种的了。